大家喜欢吃土饺，今天我教你们土饺当时最简单最需要用的，今天我们一起看看。你们觉得什么？剪头发了，看。像我介绍给你们，你们怎么介绍给土耳其人？Benim adım Tuğçe， 我叫 Tuğçe。Benim adım Tuğçe， 我叫 Tuğçe。天气很热，你们很想要喝水，可是你们怎么叫不知道。水，素，水，素，一瓶水 ，bir şişe su。一瓶水 ，bir şişe su。你们喝水的时候需要去上厕所，你们别忘记一瓶水5块台币，去上厕所10块台币，所以你们小心，慢一点去。你们早上遇到一个朋友，你们要说早上好，你们可以说 Good night， 早上好 ，Good night。Gün aydın, gün aydın。你们想要喝饮料，可是你们要热的，怎么叫？sıcak， 热的 ，sıcak， 热的 ，sıcak。还是你们想要冰的，你们可以说 buzlu， 冰的 ，buzlu， 冰的 ，buzlu。在土耳其的时候，你们在路上会看到很多猫咪，所以我教给你们一个形容词，很可爱 ，çok tatlı， 很可爱 ，çok tatlı， 可爱 ，tatlı， 很可爱 ，çok tatlı， 很 ，çok， 很喜欢。Çok seviyorum. 期末考快到了，学生们加油，大家加油！要是你们想知道更多土耳其的单词的话，你们可以留言，我可以拍第三个。我很喜欢你们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，还有你们可以分享吗？我很喜欢你们，我爱台湾，拜拜。